好啦，欢迎收睇复古游戏站嘅后篇。咁就呢、这个 Winning Post 咧，始终因为时间咧都比较长嘅，咁样就要做就起码做十几廿日啦。咁我冇人话做十几廿日呢一只 game 就，始终我哋都系去到一年嘅。仲有100米應該到啦。三岁的理性理财师啊，四六一成一位，呢個咩奔本身痕，因為冇嘢啊。但係小田有一就第三關卡 ，Echo Stone Iron King 鋼鐵王。Alchemist 賽事啊，
因為有地方菜區嘅。地方菜區有三隻，南關東亦都有兩隻，10號、11號。报业十号报业杯啦，只马国做啫。Mr. Parker 二號第三碼，睇翻嚟佢可能要跑花絮咯，出錯。都心啊，会回归咁都要抽鬼天皇上，呢个系最难嘅，因为历史入边有啲马咧，其实本身系跑一。
咁我捧佢啊，咁我买只 America 睇有几钱啊？即系六号落紧飞喎，即系六号而家落到去1.9倍，唔知边个喺度买啦。六号最后盘都俾人打到落1.8倍。赛事都叫精彩啦，啲投注额都几高下，突然间有落飞档落成千万咯，嗰只唔知做咩事啦。澳元本身系大热噶啦，飞一次擒咗上嚟。你只马赢咗，但系我赢唔到钱啊！你只马跑第二。JC 都要邀请嘅 ，JC 嚟啊！女王杯就有两人嘅场啦，跟住仲有冠军嘅理财咧。日本杯。有紐西蘭代表，咦？墨爾本杯冠軍喎，有隻有墨爾本杯嘅肯德基打比會唔錦標，法國橡樹5.5歲紅馬呢只，仲有隻地方賽區出賽。三关卡 ，Out of America，
丑个马威啊！又系你啊！日本最强的一场赛事日本杯，法国代表马拉图里2分23秒，17就排1195。
全部都入唔到去嘛，唔係國際賽嘅比賽。中大上有馬紀念Boss Rings。
日本馬王就是 Lion King 的 Super Show。所以起碼哇，三場三級賽就已經做到馬後啦。四歲紅馬真係第三關卡嘅。記住一日八場，都是四百幾場的賽事。上鄉行雲四場，喂，這個仲勁過王俊喎，呢條友三十八戰零勝喎，真係～真是黐線嘅呢啲騎士，王俊二點零啊！真係四十八周咁咧就乘翻八，即系三百幾場，咁所以咪話咯。
啦，咁就節目到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睇下仲有冇機會再做啦。始終太多集數又可能要再遲啲再做啦。始終呢只做三十周年作品，始終為咗大家又揀翻第一集望下啫，只係自在望下畫面懷舊下啫。咁啊，好啦，多謝收睇啦，拜拜。